道友，我白云宗可曾得罪过你？若是不能给个说法，今日便留下了。动用剑锋，或许可以在华神金面前抵挡一二，但事后恐怕会被人认出，后患无穷。久闻白云宗化神高手如云，在下今日准备挑战一番，失礼之处还望海涵。区区元婴中级，死不了你。不要动，化神修士的意境就在神通之内，好好体会。去死吧！你无耻！我无耻！你和大鹏又看看自己。这意境叫绝情，这到底是什么？不错嘛，老子没看走眼。七喜怒，怨情仇，感悟一切又气绝一切。此人将绝情之意走到极致，以绝情化身，何其绝情，何其孤独。意境，这就是意境。前辈来此是为了您的弟子突破元婴，感悟化神意境吧。你出来，轮到你了。前辈修为通天，但我白云宗岂是你能指手画脚之派。我断下一个个倔得跟牛一样，跟你们白云老道那个牛鼻子一个德行。祖灵牌，前辈既然持有祖灵牌，晚辈等人自当奉命。不过前辈您可确定要用祖灵牌这么重要的物件换取我宗化神修士助你弟子感悟意境？哎呀，废什么话，快点吧。你出来。你有一个好师父，若当年老婆子我化神之时有感悟意境的机会，就不必走那么多弯路了。你慢慢感悟吧。这是困意，多少年不曾有过了。婉儿，睡吧，你已经太累了。我要做什么？
若不是杀气之柱，我差点迷失在这慵懒意境之中。能抵抗老婆子意境的元婴修士倒是平生罕见。叫你过来。你的意境有点意思，给我了之后我们就走，不再打扰。我的意境他受不住。放你的屁，有老子在这儿，就算你们白云宗的白云老道亲自下来，老子也能扛下。肉体衰老，若是能直接作用月兽元，只会更为恐怖。老夫的意境是岁月。好，好一个化神意境！若你此生可达问鼎，那这意境将会逆天呐！武灵牌，你们拿去吧。来，告辞。雪照丰年呐、拿着吧，拿着吧。山哥，有红线来喝两杯。好好好。哟，过年好啊！包叔，新年好！你是不是知道我们要过来啊？新年好。赶紧去你家看看。上上家里吃一口吧。王家兄弟，不忙吧？不忙，进来说吧。这还是第一次见爽朗的曾大哥这般局促，定然是有事相求。曾大哥，坐。有什么事，您直说吧。没事儿，没事儿。不就是要寄点银子吗？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小兔崽子，你等回家的。爹，你不好意思说，我说吧，我娘准备把旁边的铺子盘下来，把爹弄得大些，可是钱不够，想寄点银子。哎呀，王家兄弟，你嫂子总说咱铺子小，所以才挣不上钱。旁边老李家的铺子不是正往外租吗？就合计着租下来。缺多少？他家铺子挺大的，一次还得交两年，需要50两银子。30两就够了。娘明明说需要80两。用不了这么多，王老弟，我只借30两就够了。曾大哥，这钱不是借你的，这里头有给大牛的压岁钱，也有我的买酒钱，从今以后每天一壶你的好酒，10年9钱，很值得了。王老弟，谢谢王叔，这还是我第一次收到这么多压岁钱。哎呀，你这孩子。哎呀，多谢你们！快起来，曾大哥。哎呀，别提什么10年8年的，以后只要你在一日，这酒啊，就每天给你送一壶来。我天天给王叔送。好。
哎呀，外头天冷，赶紧回去吧，啊，回吧。我身上四百余年的煞气已然全部凝住，若要感受天道，唯有彻底化凡，体悟凡人一世一生。若是藤化园还活着，也一定认不出这人和那个叱咤风云、满手血腥的煞星王林是同一个人。是吧？哎，无妨，行。王叔当年说过，他是有爹娘和媳妇的。可是六年来，始终是一个人。王叔，你终于过来了！你再不过来，我就要上门请你了。谢谢王叔。来，王家兄弟，这是你最爱的酱牛肉，今天过年多吃点儿。哎，这牛肉下肚可少不了这口酒啊。来，哎，这个是之前借你的银子，我们先还一部分。我早说过那是买酒钱，不必再还。哎呀，老弟，你是个实在人，当年没你帮忙，我们哪能有今天呢？我们一直拿你当自家人，所以哪怕每年还一点儿也是我们的心意。老曾家可从来没有占自家人便宜的道理。是啊，王家兄弟。哎，王叔放心吧，虽然比不上你，但我们家生意好着呢。来，新年好，新年好。哎呦，今年开市开得这么早，老板生意兴隆啊。哎呦，王掌柜，新年好啊。哎，快请进。我可没银子打赏，你再热情也没用。哎呀，瞧你说的，掌柜的都吩咐了，靠窗东首第一位永远给您留着。哎呀，王掌柜吉祥，这陈年佳酿是海淘而来，您尝尝。哎，李掌柜，今日我不是来收租的，你放心就是。哎，生意本就不好，这戏班子还一个比一个贵，您心善，要不是您去年那二十两金子的救命钱，咱这戏楼啊早就关门大吉了。哎呀，这小娘子唱得好啊，把我从城北都给勾来了。是他。啊，哎，哪里来的叫花子，快快走开，今儿没钱啊。啊，你碰，你要敢碰我一下，我就倒这就不起来了。老子今天是来听戏的。今天在过年的份上，给你钱了，快走吧。会，是真的，比金子硬。哎呀，还是你们掌柜的识相啊。一壶茶水。算了，王掌柜心善呢，今天就放过。多谢了啊。哎呀，若是无人指点，怕是此生无法化神，可惜可惜哟。是你啊，前辈，新年未见，风采依旧。化凡，你居然真的化凡了。好好好，酒。哎呀，老夫生平所见化神修士无数，但能短短数年就完全化凡者，你是第一个。不错不错，你这化凡不止皮肉相似，而且神似。小伙子，若是你能体会出意境，那么百年之内我可以保证
你能化神？何为意境？哎呦，你看，这人老了，肚子一饿，记性就差了。再请我一顿饭，保管想起来的都告诉你。前辈慢慢听戏，嗯，晚辈告辞。有意思。嗯，不错嘛。原来你这几年就是在这里化凡呐、啊！哎呀，蛟龙、火猪、天阴兽，哎呀，中国八爪刀兽，哎，迪伦，哎呀，你这小子真不错呀、啊！这修魔海绝大部分的妖兽竟然都被你搬来了。我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你居然有如此经历。这些化神期修士以及妖兽，若非你亲身与之搏杀，断然不可能雕刻得如此神似啊。嗯，你叫什么名字？王林。晚辈这茅屋实在经不起折腾，您老还是收手吧。小子，体会一下，这就是意境。这就是老夫的癫狂之境。老夫当年也是凭借此意境化神，在此意境之下，你的灵力乃至元婴都将被意境同化，任由老夫控制。意境，原来这就是意境。前辈，为何我以前遇到的化神修士没有这所谓的意境？这个我忘了，虽说是控制了修为，但威力还是大了些。意境是化神修士命脉，他们大多将意境暗藏在杀招神通之中，不会轻易示人。以你过往修为，恐怕还不值得化神期如此对待。怎么样，我来助你化神如何？前辈为何帮我？啊，这个嘛，我看你这些雕像不错呀。这个好，全部都给你。我要你这些低阶法宝干什么？这里面也就那些半成品，还有些看头，但我要了也没用。你看我这么英俊潇洒，英明神武，英气逼人，难道你就不心动吗？不想把我当作木雕的参考吗？可以，只是我现在修为不够，难以描摹化神修士，更别提前辈这样的世外高人了。等我化神成功，一定把前辈您的木雕做得完美一些。哎呀，好说好说，你到时候一定要把我雕刻得英俊一些啊，做上个几十一百个。哎，这就一百个，到时候我就送给可爱的小娘子们。咱们得抓紧时间了。抓紧时间做什么？当然是多整几个意境让你感受感受了，早点给我化神。一个瞬移十万里，若是元婴后期，瞬移也只有千里罢了。况且这老头还带着我一起瞬移，他的修为到底是什么境界？哎呀，年纪大了，身子骨也差了不少，这瞬移一次才区区十万多里，真是羞愧呀。小子，你以前见过瞬移这么远的吗？没有。那你看见我老人家这么厉害，连个屁都不放啊？
前辈修为，实乃晚辈生平仅见，在下佩服。啊，那里是白云宗，走，老夫带你踢宗去。前辈，我们就这么过去？哼，戴在头上，除非修为比你高出两个阶位，否则无法看清你的样貌。这可是我多年的存货，用完了你得还我。这怎么看似平凡，内里竟另有乾坤。这些阵法之精妙，比之上古禁制也不差。金子，给我砸！你那么多法宝，天天出工不出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何人毁阵？不愧是四级修真国，随便一个门派，元婴期修士就有三十多个，为首的竟然全部都是化神级。二位无缘无故破我白云宗大阵，今日若是不把事情说明，那么就留下吧。哎呀，我不管，我只是他找来的打手，你们找他啊，找他。